大家好啊，今天是6月5号，现在是下午的1点过啊。今天呢，准备来咱们纽约华人社区法拉盛呢汇款，因为我呢要汇点钱给我同学，他呢是在外州。今天碰到我的一位粉丝，美女，经常看我视频是吧？对对对，好，谢谢，谢谢美女，再见啊。那好，接着说，因为大家看新闻呢也知道了，最近咱们纽约华人社区法拉盛呢好几家汇款公司哈，就是被关闭了。那具体是什么事情呢？大家可以去看新闻哈，我这里就不细说了。所以说今天我们又找这个咱们纽约华人社区法拉盛这个热心人士金山电脑的金山，给大家讲一下在华人社区有哪几间汇款公司啊。金山，我今天汇钱呢，就是找了好多地方都没有汇款的地方，好多西联汇款都关了，就在你后面，你转过去看一下，新中心超市隔壁以前是有一家那个西联汇款啊。原来在二楼，现在没有广告牌了。为啥呢？以前生意很好啊，我都在那汇过。他们什么时候关不太清楚，但据了解，就是这段时间呢，他们都到罗斯福这家靠下面走一点，这13526。金山，这里有一家西联汇款呢。对。这家现在是法拉盛最旺的一家，也是唯一的一家。听很多客人跟我说，每天基本是楼下排到楼上。哇，是我们现在都看到在排队。这里是罗斯福大道135-26西联汇款。哇，愣是排到楼门口了，你看，愣是嘞。我上去问一问你们国内。好。哇，好多人排队。哇，好多人。从楼顶排到楼上，哎，满了人了，真的是。现在需要工卡跟 ID。哦，现在汇钱需要工卡跟 ID 啊。这是联邦调查，就是讲的这个。哦。刚才我上去看了一下，现在汇款的人这边的话，他们的汇款一进去就是需要你的，对方的身份证号码，然后自己的工卡号，然后 ID。现在要比以前严格了很多很多，因为我们一般都是汇国内嘛，对，所以要国内的收款人的身份证号码。但是我刚才也咨询了一下，美国是可以的，但也需要排队。哦，那我今天正准备要汇点钱，汇到外州给我同学。你可以晚一天，明天早晨早点过来排队。对，今天人太多了，要等一个小时，因为他现在查的特别严格。楼上，我刚才稍微点了一下，应该有50到100人之间。汇款里面也是大厅占满了。对，都满的，对。这里又发生警情了，在汇款的对面发生警情，撞车了。这个大车和警车有点摩擦，是不是？这个是警车，是便衣警车，朋友们。哦，错误，不是和警车碰的，是那个超市的车让路哈，给警车让路。所以说那个警察和超市这个送货的还握手呢。改名字了？哇，在7号地铁站这儿，以前上面是有西联的。金山带我们上去看一下。现在改成理发店了，是这里吗？对，改了。你原来在这里的？是没有。哦，原来是这家，是不是？是，现在改成理发店了。对，这家确实关了，但是客户也跟我说过，他说二楼关了。嗯。好。那现在大家汇款还是？唯一的一个老西联也关了。哦，关了很多家汇款的嘛，我看报纸上说的。汇款中国的那很多华人的那个被抄了。被炒了这段时间，大家四处都在转，等着汇款。这个新闻是报纸上登的，对不 对？很多报纸都登了这个事情，对吧？现在就是有些老人为了自己可能朋友啊，在大陆的，他们有的时候就寄500、800的，现在都寄不了了。嗯。所以今天早上有个老人一直在问我哪里有。嗯。那个、不用理解。我不带，我只跟你。接着为您往返。40啊。提供。下面包店的地址。放心商务证件中心，上了山了以后向右转，走到头，请认准3C2，上面可以复印、打印、扫描证件、护照更换、绿卡更换、工卡更换、手机缴费、中国签证、委托公证、相片放大、相片冲印。这是老板的电话、微信。我们的网红第一直播的办公室就在这儿。哦，上3楼。上来以后向右第4个门哈，
你只有 ID 的话，就只能汇800块钱。没有 ID 的是吧？我们 no， 一定要有 ID 啊！没有 ID 一分钱都汇不了。ID 加社会安全号可以汇最多5000。嗯，是汇国内。对。汇美国境内有没有限制呢？美国境内应该差不多，应该是一样的。你这个现在还代理7年了吗？对啊，我是不是7年了。那我的美国进美国也要身份证啊、哦？要是吧，老板都说了。西联和这个 Vigo、两种。那个还有一个西班牙人，西班牙在黄金山的那边，西班牙很多人排队的，他们会到自己的国家，也是通过这个公司走了。嗯，我们华人用这个的好像比较少，华人用西联的比较多。我以前是用数汇金。都是非常正规的汇款公司。我们这边能够做那个优惠手机套餐。嗯，对。更换中国的护照、香港的护照。嗯。然后做中国的签证，可以帮客人更换他的那个工卡、绿卡。哇，好多服务。做回美证，做那个公证认证。这种。那老板地址在哪里吗？地址是缅街上面4006号，我们在那个楼下美心笔屋的楼上3楼第4个门。嗯，好的，感谢、谢谢老板。哇，今天带我们缅街一路走过来啊，关了好多汇款公司，是不是啊？这家我们前面去的这家呢，也是西班牙专门给西班牙人汇款的。华人很多人不知道，但是他也可以汇到中国去了。这边跟西联一样的。那我们进去看看。这条街叫什么街啊？这个就是41路。Q58的终点站，四十一 Q58终点站就是41路跟缅街交界的地方。交界这个路口过来，这有一个13338，缅街商场中心133-38，这里面有一家汇款的，经常带大家来啊、需要汇款的朋友们可以过来。这也是一家非常正规的汇款公司，有 Vigo 和西联汇款，但是呢，服务员不是华人。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其中一家不能汇款的，他在门口写的电脑系统更新暂时不能汇款，谢谢。所以现在法拉盛很多地方不能汇钱了。哦，这个关掉了汇款的地方是你以前在这儿上个班？我在美国刚刚工作了，刚刚打拼的时候我在这里待过好几年，就是我对这里感情非常好。哦，这是根据地哦。但是我还拿下这里两个连在一起，我们原来这里是也是一家汇款。后来汇款没做了，完以后我就把这两边都拿下来了。你看这里还有上面那个上面的东西，我都记得一清二楚。哦，所以呢后还有暗示。对，暗示，所以后我都记得有一。暗示是不是通往白宫哦？对，白宫的，是跟上次坐飞机的啊。这里的信箱生意很好，生意因为已经做了将近20年了，生意好。哦，好多信箱哈。他字写很好，他的字写一级棒。我以前所有的广告文字都是他帮我写的。哇，那不错呀。对。